国内海胆已经抓伤过侪，协助水气所最近成功伫澎湖发展即个饲仔技术，伫台东嘛开始试验即个鱼电共生，用厝顶的太阳能光电板来做即个乌乌暗暗温暖的环境，嘛已经成功饲活即个马粪海胆。淡保渔业生物研究中心的杨氏兄弟，一仔一仔马粪海胆饲八个月的成长稳定，已经有一个手掌大，会当就饲。研究人员讲，马粪海胆未当地高温加海水过度冲击开始死亡，因地自然环境会附伫海底搭礁，无予大鹰冲走，才海藻大汉。所以人工养殖，得用哪出台？哪个坑旁会当予伊掠条条，安心食海藻？那伫室内养殖，也过会当避开一只河堤头礁掉，也未予风太小、风侵时造成环境剧烈变化，大家搁较紧、搁较好。一方面提供稳定的水温，还有这些稳定的食物给它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可以降低外面所带来的这些污染。要不过一人的空间大约是十只左右的马粪海胆上适合，一栋海水容量的养殖箱大约只会当饲五十只。为着提悬渔民的养殖经济，利用室内养殖池的厝顶，会当装设太阳能板，也只个会当发电，提供养殖使用加出来电，也个会当卖给台电，增加渔民的收入。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它的单位面积是受到限制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增加它单位面积之内它可以获得的效益。国内食的马粪海胆主要来自澎湖，也毋过天然环境甲过度掠，野怪族群数量减真侪。澎湖已经限制掠，国外进口量增加到140吨，价钱真贵。即马成功研发鱼电共生的养殖技术，未来会当提供国内市场稳定需求。今年会当基转民间运用，刷落来也要研究海胆甲其他海洋生物共同养殖技术，创造更加侪的海胆养殖经济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